我向所有的网友、法友、同修们，祝愿你们在2015年，也就牧羊年的一年当中啊，万事如意，并且呢，能够修行、戒定慧三学、学习净律论三藏等等的一切功德呢，增长广大，万事顺心。愿我们共同呢，能够速即速即证得无上正等觉佛陀果位，在没有成佛的一切这个事件当中啊，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，还有你们的亲朋好友和你们的子孙后代等等啊，能够消除一切疾病、灾难、痛苦和障碍，具足福禄寿财智慧慈悲德能等一切功德啊，增长广大。阿弥陀佛。